就是一個間條的 colorful outfit 啦，咁我就中意佢嗰個 texture 啊，因為佢係同平時嗰啲編織係好唔同嘅，同埋因為我中意今次 Balmain 一啲好大膽嘅用色，跟住佢的確係好凸顯女性嘅嗰個漏斗嘅身形嘅，咁所以我自己都今日早餐都就係食咗少少，少少咯都要食嘅，因為同大家眼睛睛咁樣。講嘢噶嘛？又冇嘅，但係呢對高踭鞋係令到有少少屹立不穩嘅。但係你應該著爛嘅，你跳舞都著高踭鞋。都唔係噶，其實我可能呃到大家啦。其實我係高踭鞋嘅敵人嚟噶，唔係邊個高踭鞋我嘅敵人係。純粹我真的不擅長穿著住它很 elegant 咁樣行咯，係啊。因為今次的 event 是在 Africa 發生的嘛，所以我就專登係tan啲，咁著啲 colourful 嘅衫都會晾得起啲。咁同埋因為已經拍完劇啦，咁所以就可以唔使連戲咁樣可以繼續曬啦。係啊，我覺得會健康啲，同埋我覺得好似有嘢 protect 住我咁樣。想曬到啦，咁之後點啊？咁又未洗嘅，我就覺得自己未適合，同埋我化妝師咧，每逢我一曬黑少少，佢哋就好頭痕噶啦。佢哋話：哎呀，又要轉粉底啦，或者因為黑皮膚嘅人的確用色係需要研究嘅。咁但係我相信我團隊已經好適應噶啦。又或者想去沙灘換曬。不同的啲顏色係啊，同埋未有呢個時間啊，但係呢排天氣都超級好，所以我都好想去曬。咁你有冇嗰度拍劇啦？咁樣，我都有冇拍劇？係啊，哇，收到風喎！係啊，係第一次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以演員嘅身份公幹啦，咁我覺得都好有趣嘅，同埋喺日本殺科嘅感覺咧。好狠心喎，又會咁樣形容啊！因為好似即係大家殺完科真係唔會再見，好似翻嚟香港都唔知道會唔會見到咁嘅感覺，好似會比較唔捨得咯。同埋咁啱我哋殺科個地方係有一大片草原，咁所以個感覺就好荒蕪啊，即係好似好有意境咁樣。拍嘅時候有冇啲咩好難忘？如果是講喺日本拍就一定是因為我哋拍住日本 crew， 咁日本 crew 其實係好自律啦，同埋佢哋係好有趣嘅，即係你係唔可以有任何改變，因為改變對佢哋嚟講係一件好大嘅事。日本 crew 係真係 on time 定係一七點去到七點？我哋個 crew 係都鬆動少少嘅，即係佢哋都比起平時可能有些位置他們是因為我有聽說過日本 crew 是比較即可能有些位置可能直情火車站連條街他們都不讓過的，即總之你一定不可以進入火車站，但你可以在外面這樣，那他們都願意為我們破少少格啦。那另外就是體驗到日本的臨演是很專業咯，即每一個人都會找東西俾自己做之餘，佢哋做得好自然，咁所以我都學到好多嘢喺日本 crew 身上。我哋有翻譯嘅，咁但係某程度上有時候即係望起上嚟，大家都講緊唔同，大家都同自己 crew 講緊唔同嘅嘢嘅時候，係會有啲混亂嘅。但係我覺得原來即係唔止跳舞係個共通嘅 language， 連攝影啊或者係藝術方面的所有嘢，其實都可以不用語言都某程度上交流到咯。去咗幾日？去咗六日。係。有冇即係我見到你哋去嗰啲便利店啊，一齊去玩一下，係啊，有冇再 stay 喺？冇啦，因為要翻嚟做嘢啦。咁但係就喺好開心，今次喺去嘅途中，因為我嘅氣氛喺入邊未係喺日本係最多嘅，咁所以我都有啲時間可以同。
數出嚟嘅滴滴一齊去玩啦，咁所以都幾開心。有冇帶你去食嘢啊？你有冇咧？冇啊，佢好 free flow 啊！佢今次同我哋同另外一個演員嘅朋友都好 free flow， 即係冇特別 plan 啲乜嘢，但係係有好好享受便利店嘅 dessert 嘅。是阿 Shin 同埋 Ray So 咯，但系就佢哋兩個比較忙，咁但系我哋都有爭取時間，大家食便利店嘅嘢啦，便利店嘅嘢啦，同埋一啲好特別嘅早餐啦，日本先有嘅早餐啦，我哋都有食嘅。所以呢一次去日本都好難忘啊！演員嘅收到，係啊。你收到嗰時話去日本嗰陣都好平凡，即係有得去外景。其實嗰陣冇好特別。好多感受住，因為嗰陣我哋係扯緊我哋嘅主景，咁所以純粹就覺得哦拍嘢都冇得 relax 㗎啦，算啦，當喺新界算啦，即係當去另外一個地方算啦咁。但係原來係有 unexpected 嘅一啲經歷嘅，咁所以都好開心。咁香港嘅氣氛係咪都好啊？即係成啲咩啊？你係啊，殺咗科㗎啦已經。咁如無意外就應該唔使補嘅，咁但係都開始掛住個角色啦已經。佢本身已經是我生命和我的人的一部分，是但 是我在做這個角色的時候都學到很多東西，所以我覺得是每一個角色給我的帶來的一些 lesson 都是學以致用的。可以是啊，我不斷捉不同的人，無論是 我們 Collar 的成員還是我哋會合作嘅夥伴啊，全部我都有，但可能有啲冇拍，但係因為呢隻歌都比較 catchy 啦，咁所以大家某啲動作係都容易學嘅，咁所以我都周圍教。見到阿孫都有學，係啊，係啊。我唔 surprise 㗎，因為我知佢兩個係逼得出嚟㗎嘅跳舞技術，咁所以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少少經驗 of 我哋一齊跳舞。係啦，咁如果想知點解咧，就之後睇套劇就知噶啦。同埋最近見到你喺街度都有做嗰啲街坊啊，同埋係咪啱啱出咗啦？係啊，我哋啱啱出咗啦條片，大家快啲去 Call Collect 度睇。係啊，係唔 enjoy 嘅，因為作為一個 I 嘅人，我係比較中意私底下傾偈，咁但係。是幾有趣的，即係街坊呢啲challenge 係真係你係要做創作嘅 channel 啊，或者係一啲真係創作用途你先會去做到咯，即係你唔會無啦啦有呢個機會，咁所以即係做咗你哋嘅角色啦，嗰日我就咁係幾好玩嘅，下次就嗌就唔好啦，下次就唔好啦，或者可以再多人啲咯，咁我哋嘅壓力就會分擔下。有幾個答案都好喜出望外噶，係有關大家嘅嗰個對有啲人對自己嘅 partner 嘅傾心程度嘅一啲答案係會令你覺得哇，原來真係存在噶咁樣嘅感覺，所以大家快啲去睇到底係咩答案。我自己啊都係咯，都係覺得有啲係你會覺得哇，原來真係會咁答噶，好唔真實喎、啊、咁樣答，好童話咁樣，好似睇緊戲咁樣咁嘅感覺。咁你個另一半有冇童話啊？對你，有冇咩啊 ？sorry。對你好童話嘅。大家都係比較貼地嘅。即係冇啲好浪漫嘅 fantasy。睇你點 define 浪漫咯，但係我自己本身個人就都中意簡單平凡啲嘅，咁所以可能其實。去到旅行對我嚟講已經係好開心、好浪漫，咁所以我哋都等緊呢個時間，好期待下一次去旅行啊！你終於 surprise 啦！如果即係當時唔係講話啲人話飛就飛咁樣，而你又會合作嘅話，大榮可能唔中意呢個 surprise。我話嚇，但係如果你會合作咧，咁梗係可以啦。但係唔係喎，我有諗過，因為我都有問過我媽咪，我話你千祈唔好咁樣。surprise 我，因為我媽咪係最容易會做出呢啲事，因為我就話，因為我好中意，我好享受執夾啊，即係好享受你要 pack 曬所有嘢，你要 prepare。如果對我嚟講自己冇 prepare 咧，
未係 fully surprise， 未係 fully enjoy 咯。哦，係大小孩。大咩話？有啊，我冇乜，我都係中意貼地啲，所以我自己課自己就佢越玩得多車，我就越知道哦。到我考到嘅時候，考到車牌嘅時候，我一定要買一架好實用嘅車，就 balance 翻咯，可能。得兩個位置，我就係啊，我自己會中意大外啲，我想車下同事放工啊，想車下屋企人啊咁樣。咁自私車喎，自私車可以嘅，可以咁諗嘅，可以咁諗嘅。你覺得佢手車嘅，即係佢似你嘅教練咁樣教你咁樣啊？佢我哋唔同咁，因為佢係棍波，我係自動波，所以冇啊。太老練嘅車手係冇辦法教新人噶，係會嗌交定係點啊？唔係因為會乜會教壞我咯，即係佢可能會教咗啲偏方咁樣，咁我就考唔到試噶啦。所以我盡量都就係望就算啦，即係望下路面情況啊嗰啲。見到佢揸棍波，會都想試下轉翻都考埋棍波。我本身都係諗住考嘅其實，但係純粹我諗要循序漸進。例如係啊，佢已經搞掂咗啦。咁所以我諗我應該到時真係考棍波嘅時候，我都會揾 Ivy。去練習多啲，因為 Ivy 係比較穩陣，係啊，佢比較循規蹈矩嘅一啲車技嚟嘅，我相信係。佢都係偏排仔嚟嘅。嗯？佢都係偏排仔嚟嘅。你有冇睇小佢啊？我諗都唔止 Tyson 嘅，其實嘉豪即係每一個，我而家發現好多人都係陶醉咗喺呢個跑車同埋呢個。特別車的呢個分圖入邊係啊，舊款啲嘅跑車的分圖入邊 ，Jeffrey 都係。哇！我唔再選啦，睇下我買咗咩車先啦，考個車牌先啦。